家好，我是 Kelly 余文文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舒压方法。我觉得最能够让我放轻松的方式就是写歌、弹吉他、玩音乐。因为每当我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我就会用写歌作为我的出口，然后把所有不开心的事情都写下来。